修复广播，走复广播，修复广播，你们跟着我，孙悟空走，什么意思啊？走，我明白了，走，别明白，我给你都。哎呀，靠！嗯，王拉奇把王爷刀了，我把王拉奇刀了。这个时候，西恩把灿灿刀了，但我不知道，西恩应该是个坏刀，因为灿灿是在说他本人肚子饿了，他并不是在找吃的，所以我觉得我得出西恩。而且他刚刚上来就说他不带刀，你为什么把灿灿刀了？你上来说你不带刀的，西恩，出西恩。十八这一步是加拿大。王拉奇铁狼走过。老的嘛，我刀的是秃鹫啊。我刀的是秃鹫啊。我又不是刀的是好人。我刀个秃鹫。过。是这样的啊。猪猪和十八岁他俩在保安室。他俩在保安室对身份，然后我去了下边啊。那刚才步步说的就是西恩刀人了，但是他说他刀的是秃鹫，刀秃鹫呢死这么多人，一二三四五六十六个人还拘一个，那我感觉也不能太信。据我的推断啊，有两个是练的。有两个是警长双刀，有两个是双刀，一个吸音，另外一个，对是不对？过啊，猴哥没了，七仔仔呢？那七仔仔屁颠屁颠跟在你屁股后，那你都不聊啊？猪猪这边去做监控任务，猪猪你有看见吗？但是步步最后面点票了，他是不是不相信恩姐这一刀？可能是挂票了。那你先聊一下，反正我那个看的情况跟他们说的差不多，但是恩姐的刀的这刀，步步那刀肯定是好刀，我看到了啊。然后你聊一下猪猪，你聊一下七仔怎么死的啊？过。七仔就是被猴哥刀的，我刚跑到那个食堂那边，我看到一个七仔的尸体，我准备拍，结果就拍进来了。那猴哥说他从保安室下来，这七仔的不就可不就是他嘎的吗？先投西恩吧，西恩刚才西恩排复读机说实话我听着西恩是狼，而且步步又被狙了，嗯，还有一刀肯定是猴哥开的，剩下的人是什么还有鹈鹕没，你们现场的人知道，我不知道有没有鹈鹕。 OK， 猪猪公主发言，就是我跟十八 Z 我俩挺好好，那这把出谁？先出这个西恩，为什么步步点票了他被干死之前，我们先出西恩，然后我跟十八岁挺好，对吧？同桌说猴哥干掉了七仔仔，那么朱大强在哪里呢？朱大强是不是也干掉了几个？不，先出西恩啊！我不知道啊，平白无故死了这么多，听起来那应该就是西恩跟孙悟空了，俩铁坏坏，先出西恩。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？就是我干的，怎么了？跟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？嗯，看任务。哦，没有，猴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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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啥？你就说三声猴哥有什么用啊？我们没人做朱大强，没人给你做任务，朱大强，没人。哎，你这朱大强，对不对？打爸妈，猪猪过。哎，过。哎。朱大强，我差点就刀着你了，我特意绕着你刀的，来吧。我一看你从后面出现，
我就知道不对。贴票吧，过。贴票吧，跟他们两个好人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把有什么关系？拼嘴去。这样，朱大强，我们俩呀，这个先不打，我先出一刀。行。不能让他们俩赢了，你千万别吃到他俩，我先杀一个。给朱大强关起来。你傻呀，大强，你直接给猴哥吞了，你不是赢了吗？对呀，你炫他就提无时刻了，又没拉铃了，又没刀了，你不炫他？关起来，关起来。等会儿，我押五毛钱。猴哥投了你，大强，我点的钱。哇，这人这么硬。给我发现了，没刀 啊？给我发现了。谁刀我就提壶十个，猴哥，你刀提壶你就赢了。老婆，我就得刀你。你跑不了，我有隐身，你跑啥呀？你能跑得过我吗？嗯，有什么用呢？嗯，天吧，猴子。Hello， 猴子在哪儿呢？谁他妈把门给关上了？关门了，胡子！哎呀，谁把门儿给我关上了？你还胡说！没时间，胡子！哎，你们干啥呢？你在干什么？朱大强，朱大强，你在干什么？朱大强，朱大强，你在？朱大强，你没看见猴哥在你头上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看见了、啊，我看见他了，但是我怕他。那你不吃他？然后我就不吃他。他没 CP， 他 CP 没好，差不多就结束了。我 CP 没好，是我关里头了。你都没吃人，提壶十克，你不吃他，他肯定是刀了人了呀。提壶十克，他肯定刀了人了。你太好笑了，你做任务太刀你了，给我笑完了。叫刀人拯救提壶十克，你又没吃人的，管他刀不刀人了，被关起来的猴哥。谁把门关了？战犯处理。我视角里没有猴子走到我面前啊，我就死的。他隐身狼，隐身狼，他隐身啊！他隐身的时候应该露一下。你上去把他吃了。哇塞，他隐身狼啊！天哪！太好笑了。他不关大强就跑了呀！我用心良苦，哎呀，没事。简直知道了呀！没毛病，哎、没毛病。王八奇。是黑猴。你不碰我，我刚去拿。